者年江晚台北报道，任贤齐被问到想跟哪位女歌手合作，他笑喊都想合作，就像是在谈恋爱一样。至于男歌手合作口袋名单，他妙答嗯，天性的冲动就没有那么强烈，逗笑全场。他透露近来为新电影角色筹备，努力狂吃运动增胖，拒绝用特效代替，笑喊要展现诚意，体重已经比先前多了6-7公斤左右，现在就是一天6餐，看到镜子很难过，觉得身体越来越负担，之前参加慈善活动被水喘到不行。他6月将在棒球场开唱，笑喊自己过去常唱励志歌，运动选举活动都会想找我，但我觉得选举不要比较好，并表示过去曾遇到粉丝是跑路黑道大哥，对方一看到他就大喊你的歌唱出了我的心情。他边模仿还边唱人气作品伤心太平洋逗乐大家。任贤齐为新电影增肥，记者胡顺祥社魏如宣左为李安揭晓2018 HITO 流行音乐奖10大华语歌曲，记者胡顺祥社2018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启动记者会，任贤齐、左起、魏如萱为李安，记者胡顺祥社。